辈子都没想到能做一次货拉拉。石宇宽，做货拉拉的感受怎么样？还要干嘛？有点吵。有点吵。多亏今天遇见这好心的大哥，要不然咱们都看不到这。又到一个新的地方啦，我又到新的地方啦，有还有小鱼呢，小鱼啊，小鱼啊，好，那妈妈就行，我们先进去吧，等会儿出来看小鱼。看我们这行李，我的天哪，刚才那师傅说您这行李咋这么多呢，快去给姨妈说你需要啥。啊，想要泡面，你说不要个不辣的泡面，要个不辣的泡面，你再说一下要个不辣的泡面。妈妈，这个是不辣的。啊，好好好。妈妈，我的猪猪一样的这个在哪里呢？这耙子都在里面呢。看不见，没有了。那我帮你找一找。找呀，这里面，这里面。看着外面。一个床，噔噔。现在都吃完了吗？你现在卖什么呢？我看一下，我要什么东西？你这卖的这都是啥东西啊？你这些都是啥东西？给妈妈说一下。啊，这个是贝壳，这个是肉饼，这个是馍。馍，你说你的馍是多少钱？你说400。400。啊，你的馍是400，那你这肉饼多少钱？这是多少？100。100，肉饼更便宜。那贝壳多少钱？这是多少钱？这个也是100。100啊，这两个是100。这个也是100。那我今天没带钱，怎么办呢？没带钱也可以吃的。没带钱也可以吃。给我钱吧。好的，那我太饿了，太谢谢你了。我吃馍吧，肉饼你卖给别人吧。哇，你的馍好好吃呀。好，这两个你可以等会儿卖给多多。多多不喜欢这个了。多多喜欢什么？油条。油条。好，多多喜欢这个。最近学了，就这三天学了不少呢。现在来青岛了。这应该是市内，而且市南区，离那个第三海水浴场只有600多米，我们走着过去。快走，都别激动啊！看见海可激动了，这是第四天了，现在才看到海的全貌，雾太大了，黄岛那几天。应该是吧，他搜一下，好像没有网上说那夸张的，人超级多。啊，人这人不叫多，这儿要人多，不人不多。爸爸，一起去玩水吗？你去，走。好，小心。哎，这一天都很看黑的，这一天都很看黑，你为啥还是赶海？哦，很新奇的感觉。去赶海，走，快去快去。大家要是来玩的话，就选好时间。周内的话，我现在是周三，人真的不是特别多，这已经算是人稀少的海水浴场了吧？等会儿看晚上，看一下这个灯光秀的时候，会不会人特别多？再伸就过来啊！哎，还要再等一等，舅舅，你先把它放在石头上面。等一等，舅舅。妈妈，我不敢去。啊？你让舅舅抱你吗？就去出发，就到那个石头上面就回来。
哇！伸了就过来，过来，小心小心！哈哈！过来，快过来，走走，快快快！大浪来了，快跑！呀妈呀，这小肚子里面都成了什么呀？走，出发，走，这样就可以在水里面坐进去了啊！等会儿妈给你洗澡，睡觉了啊！艾莎公主，站起来！哦，海浪来了！等你好累吗？好好好，走走，回家，妈妈给你洗一下。不洗澡。不洗澡，冲一下嘛。不洗澡。好。闭眼睛。何琳娜，妈妈给你穿鞋，走了。何琳娜。何琳呢？何琳，哦，慢慢慢慢慢，睡着了吗？我以为装睡着呢。我想睡。好好好好好好好。啊，我以为装睡着呢。刚才要去那个营口市场，司机师傅说是前几天打仗，在里面打仗打的血腥的，带孩子最好不要去。哎。也不是蜗牛，小小小小不是蜗牛和林的，那也是一种螺。然后司机师傅说是这个南山海山海鲜食堂也不错，人比较少一些，他们当地人也喜欢来这儿。看周围都是居民区，应该不错。就说是这边加工费比较便宜一些，那多忙的。啊，不会吃，我你要弄几个，咱俩不会吃嘛。你没关系的，何琳走进去看他在里面呀。螃蟹我喜欢吃。现在好吃不？好吃。